那抽卡的方式也是以一个动画式呈现。好，运气很背啊，只有一只恶性角色。那他每只角色都会有自己的一个声优做配音。那你抽过的角色，它变女神密室，女神密室可以拿来买东西，买那个碎片。那你碎片集满了，你就可以把它变成一只角色，或者是把它才能开花。那才能开花，它就会变成一只就是更强的角色，也不是说更强的角色，就是能力提升。啊，那这只我已经抽过了。那就再来吧。他这样下载跑得很快，我觉得应该没什么好货。好，三只二星的。基本上一星的我都已经有了啦，所以我现在只要二三星。这只我也有，所以我刚抽的里面只有一只是我没有的。这次跑这样感觉好像有点机会，不然就是我自己网路太慢。哦，有有有，四只二星的，一只三星的。我很喜欢听他里面的配音，他讲的话很好笑。哦，有哦，这只，但是他是二星的。哦 ，no。这只我有了，哦，好可爱啊！所以他已经死了。那他的配音是雨宫天，雨宫天也算是我觉得声音听起来蛮好听的声优。啊，难过，那只三星竟然是我有的。但是要显示啊，这么好看的动画不看吗？我剩二十抽的机会，来吧。哦，有一个三星哦。哪来？有的这只就是没有的。以为是他。好的，剩最后一次十抽了。我真的很想要这只。来吧。有哦，跑比较慢哦。哦，有有有。哦，有有有。这只少了上面那两只脚，其实还蛮像加藤惠的齁。那我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，那这是我的玩家界面，那如果想加我好友的玩家呢，可以直接从
这个 ID 或者是搜寻我的名字，就直接加入。然后我就说好好，大家拜拜。